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角度给你们看，你看现在有一台运20过来哈，它也是从北方过来的，这怎么知道不跟你们说？航展期间我们会再多个角度给你们做直播哈，因为现在没有带麦克风，可能有点吵，你们看着它，现在现场有四台运20同台哈，那四台运20，那里还有一个安125，还那个安125。等一下重头戏还有一个苏57要落地，他现在从南昌那边过来，他是昨天飞太原再飞南昌的。航展期间我们会全程给大家做一个一系列的直播哈，今年航展飞行演出太有意思了。怎么有意思法？他是从早上一直到那个下午，中间是没有间断的，往常的飞行演出他会分开的，他会在早上中午这样子，中午不飞，早上跟下午中午就错开，今年是完全没有，全程都这样子直播，这样子飞行演出哈。然后大家看到没有，那个运20它是带国旗的哈。然后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说一个信息给大家知道，航展期间都是这样子的天气，每届航展大家最闹心的莫过于天气的问题。我这视频就到此结束啊，航展期间我们全程多方位多镜头给大家做直播的哈，这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因为这天天说话声音都沙了哈，拜拜。